左边的镜头也要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大家好。因为你也叫压轴，你在直接讲话。压轴当然这是最受欢迎的了。我觉得二女儿很中肯，她可以看得出来我不是单纯的休闲风，是有一点点小搭配的。然后老大的话，她觉得，我觉得她好像除了我的头之外，她下半身都看不见，她根本就不 care 我下面穿了什么。然后徐老三是我不管穿什么，她都会说你可不可以打扮一下。我说我已经有打扮了，她说那你至少化个妆吧。就是他就是要求很多啦。那如果女儿的称赞跟姐夫的称赞，你觉得哪个比较帅？当然是胸部姐夫的啊，因为胸部是很有品味的人，然后他自己也对那个潮流很懂，所以他如果觉得我时尚，然后因为他今天一看到我就说好美，所以就是我就觉得被一个懂时尚的人称赞的话会很开心。女儿毕竟还小，我不是很 care。 刚刚那个姐夫有用那就一定要呼应啊，姐胸部就是 King of Burberry， 然后好帅，而且很瘦。他今天穿这套就整个人好年轻，然后非常时髦，然后又很显瘦，我就感觉好像回到20年前一样。哦，这倒是没有，因为这没办法啊，我们就是同时被邀约来 Burberry 的 party， 所以我姐也无需就是警告我，因为我们俩就是一起接到工作。然后可是因为今天是姐夫先到了，然后后来我一到我就看到远方姐夫正在拍照，我就说胸部，然后他就讲婷婷，然后我就立刻以国标舞的方式去迎接他，就说胸部胸部，然后他就也以国标舞的姿势，他本来很帅在那拍照这样，然后说婷婷，我想说其他人会想说哎，原来他也这一面啊，谢谢，是不是非常漂亮，好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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